我要跟大家介绍我身上的这一件是日系小清新感的格纹洋装。这件呢，其实它是做整件是棉麻材质的设计，所以其实穿起来非常的舒适哦。可以搭配一些就比如像草帽这样子，那也可以有一些这种野餐啊、度假风的感觉。腰部的旁边两边有做一个长长的缎带，然后其实你可以自己缠绕，然后显露出你的小蛮腰。那你也可以在前面做蝴蝶，然后把大蝴蝶结绑在后面。袖口呢，其实里面有做一个内，就是外翻式的。穿起来其实也比较不会就是